天我和同物一起去买衣服。我们先买牛仔裤，我穿的是28的牛仔裤，他穿的24号的。我喜欢黑色的，他喜欢蓝色的。我们逛了很多家商店，都没有看见合适的牛仔裤。最后，我们在一家李维斯白牛仔裤专卖店买了自己喜欢的牛仔裤。我们试了新买的牛仔裤，非常合适。那个市场有很多世界有名的牌子，没人还买了阿迪达斯的 DC 衫。我的是红的，他的是白的。我还买了一顶耐克的帽子，两双耐克的袜子和一双锐步的运动鞋。总共买了两件正衣，一件毛衣，一件帽衫和一条裙子。我们买的东西都很漂亮，也很合适，但是不过比较贵。结账的时候，老板说这的服装是真名牌，不是假名牌，所以比较贵。他欢迎我们以后还来他的商店买他的东西。